蝎子炮，居然抽到蝎子炮！我靠，没有看到人家抽过蝎子炮哎、欸，我是第一颗哎、欸，好理性，好理性，好理性，真是出乎意料，因为网络上没有人中过这一台，我的干你娘！拜托，死街车，拜托，我要死街车。直接车，拜托拜托！干你！直接车啊！拜托！我买25个，拜托让我至少中一台 BC5T 啊！BC5T S7 拜托啊，一台十阶的就好，不管哪一台的，拜托一台十阶就好，不管哪一台的，真的。要不然再一台精辟自走炮吗？安慰奖吗？美国的 M4 而已、啊，贵机不是直接这个。50万。哎，这个卡那么久了，该不会是直接车吧？哦，圣诞老人。KV2202，哇！圣诞老人战车长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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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接直接车直接车直接车！哦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直接车，拜托直接车最后一个直接车！哦，就是没有直接车啊。嗯，这个不知道哪一国的精英中型战车啊。没了，好吧。事实证明，要抽多一点，几率才会高。我来看一下蝎子炮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啦，德国的中坦。哦，哇，蝎子炮啊，这八阶驱逐哎，炮超恶心的。哇，原来是九阶炮。哇，490，490，630，很痛。而且没有成员 ，Jesus Christ！ 然后还有抽中雪曼，美国的雪曼形状比较不一样，啊，成员都不是问题啊，反正有1300万，哇！而且金币抽25个金币，直接飙到9225，哇！我可以在我车子上面用新的那个图案呢，哎 ，KB20。是几阶啊？哎、欸，五阶苏联重坦还蛮强的。shit， 都没有中四阶车，我的干，没钱啊！